OK， 我们班上其实是没有很多时间排练，所以呢，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这两首歌，请大家多多包涵，如果不是很顺的话啊。请大家掌声鼓励我们一下，好不好？
事非常好，但是也带出新年的气氛，对不对？请大家再次掌声鼓励我们一下，好不好？ Yes。 各位啊，老话重提。 Hello。 我们不是说老黄卖瓜自卖自夸，但是今天晚上啊，所有的歌那是我们的儿时候都听到的，这种今天2015年在美国又听到曾经小时候的歌儿，请问你那个时候你们在哪里在做什么，这是很值得回味的。接下来呢，舞蹈啊，今天我看到第二位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啊，史振发啊，内人。再接下去的我再数数啊，1、2、3、4、5、6、7、8，第八位哈、啊，我小时候也看过他，我也曾经。第十位是吧？好，第十位，含情脉脉的，但是呢，新郎不是我，我又落空了。哎，这个我这辈子谈恋爱很失败啊，怪不得只有我老婆要我而已啊。好，接下来有请那个戏班的几位曾经漂亮过的，今天是老来亮，带我们重温60年代、70年代的光辉岁月。18姑娘，2朵花。本来是一朵花了，我是加多一朵花，是2朵花。今天不是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不会吧？40年前跟40年后就是一模一样，女生美丽温柔体贴，男生英俊潇洒，这些话好不好听？哦，这是碧珍，以前是我的爱人。少杰，还记得我吗？这次回来了，我要带他们去夏威夷度蜜月。哇，为了是三份工作赚了很多钱，所以每天我要带他们去跑步。早上呢，他们喝的是 oatmeal， 他呢，他们吃水果。晚上就不得了了，他要吃牛排。30块，这么多的美女，你看我怎么办？为了辛苦，我还要养活他们的，哎，很惨。但是个个吃这么多，还不胖，像以前这么苗条，哎。这次我花夏威夷的 hotel 呢，花了3万多块，他要住的是5星酒店，而不是2星的。个个都是苗条，身材非常好。这位是他会气功的，这个会炒菜的，少杰。还有启真，我忘记掉了，他是最后的一个女朋友。俊凤呢，
你演技好，个个都漂亮，活泼，像以前四十年前这么年轻漂亮，对，个个都一样，身体都好，头发都黑了没变白，你看这么漂亮，啊，这一下去我去千万赢了，全部带我这四半姑娘，一朵花，气都没演，谢谢各位。我还忘记了送给我这十八姑娘的每一个人的一朵花。哎呀，我老了，眼睛老花了，但是心不老。医生说我现在的心还四十岁而已。帮我拿一下，美国花哪来？每一人一朵，帮我拿一下。各位啊，我看到这位校友啊。一边唱歌一边拿着拐杖啊，步入丛林啊，哎呦，舞蹈啊！但是没关系，请你放心，我支持你。我还是那个年龄的。什么十八姑娘一朵花？你现在发不止十八朵花了。我们现在有个校友潘玲珑，啊，有点不舒服，那。是谁负责的送回去的？请张华生，张华生校友，有请张华生校友负责帮带陈荣回去啊，我们的学长。各位啊，原本是要抽奖的，那这个节目呢，他们说继续下去，因为太过热闹了。只得一个人期待我女人。各位啊，刚才我们的老师啊，扮演那个农夫啊，扮演的非常到位，让他感觉呢，真的是个农夫在唱。我们现在有请我们潘正英老师介绍一下素人短剧，有请潘正英老师。现在到这个第九个节目，是你要介绍一下短剧素人的 party。shit shit shit， 啊 shit dum lum， 啊 shit shit shit， 啊 shit dum lum， 蹦蹦蹦，啊蹦蹦蹦。各位啊，这个曲子本来啊。我听来我觉得很开心啊，所以这个潘老师啊，这个节目安排得非常好，不愧是您老师的金座啊。各位 shit shit shit， 啊 shit boom boom， shit shit shit， 啊 shit boom boom， 那你们拭目以待吧。亲爱的校友，好景不常在，刚才是好花不常开，好花不常开，现在我是讲好景不常在。Hello， 我们这个素人校友会一年一度，有这么四方八面、各国各地来的校友，能够在今天晚上聚聚在这里，这个是良辰美景、好今宵。希望你们把握这难得的机会，千言万语说个尽。我天天都在祈祷，愿年年在此相见。刚才呢，我们那个张瑞卿歌王，我给他讲，编了一段小段。素人有个歌王
叫做的张瑞清，高歌一曲动动天地，素人歌帝张瑞阳，一曲西洋歌够静静。Hello， 张学友、刘德华，请靠边。今天呢，我们素人的校友个个棒，个个都是天才，所以呢，我编了一段数来宝。想校友，硕校友，素人校友个个棒，小李小张做八十，老刘老张逮波席，刻苦耐劳加天才，处人头地不稀奇呀，不稀奇。哎，好吧，哇哦，今天阿爷阿爷，我们中国有一个叫以前叫做数来宝，左手拿两片竹片，右手拿两片竹片，叮当叮当叮当。后来呢，美国的黑人呢就偷了回来了，他就把它变成 rap。他们当然比我们好，他们有音乐，有 bass， 可是呢，他们是偷我们中国的数来宝。今天，我们素人也有 rap。我是素人的老校友，我是吃多少吃多少，人越老先不老。你是素人的老校友，我是吃多少吃多少，说多少。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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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澎湖老船长，素人蔡校长，人高马大身材好。都来都来，去去去去蹦蹦，去去去去去蹦蹦。香港大能好地方，有山有水好风光。香港素人好学校，董事老师校友个个赞。去去去去蹦蹦，去去去去去蹦蹦，去去去去。台湾澎湖老船长。江南才子唐伯虎，画画写字得修香。素人鬼才潘正英，变个变舞样样通。耶耶耶耶怎么乐？耶耶耶耶怎么乐？唱唱唱，你唱我唱大家唱。素人有个合唱团，日唱夜唱，唱出个好名堂。好名堂，好名堂，去去去的去咚隆，去去去的去咚隆。打打打，你打我打，大家打，美国的 NBA。有素人才有我们，有我们就有素人。去等龙，去去去的去等龙。素人素人幸福开花，素人素人梦想成真。相信有相爱。
各位啊，如果说在越南来啊，就知道西西西个西东隆。但是在台湾呢，我向朋友在台湾洗洗洗洗的弄，我向你解释一下好不好？老人家了，小便了，傻傻尿了，怎么傻掉了？啊，洗洗洗，啊洗东弄。好，请给我们一个洗洗洗洗东弄个鼓掌。谢谢各位，我们的班长啊。班长啊，他是你班长，他不是我班长哦。好，各位啊，成何体时？你们听过高山青那个曲子啊？原本是我们早期在越南就听到高山青了，但是这首歌呢，就给我们那个常务顾问呢、都唱红了，因此呢，现在呢。我们都不能给他再唱，为什么呢？一唱哦，我不敢唱。那他想来想去，他说唱首越南歌，要尿冷了，碰到你就当作不认识。有请我们吴多祥先生，给我们带去要尿冷了。Hello, hello. 你的家是来跳舞。
那个。À, một lần nữa anh em cho một tràng pháo tay ban nhạc connection. Love connection, very good, thank you. Chúng ta cho một even the love connection break, một cái tràng sáng cổ động, được không? Các vị à, chuẩn bị à, trúng thưởng rồi. Nào, trong trúng thưởng trước đó, chúng ta còn một chương trình. Các vị, xin các vị lưu bộ nhảy. 我们有请张瑞阳以及韩松元校友带来个曲子《九九的 Tango》，请各位还有记住，我们在场还有 Garo Kim，Garo Kim 的女士哦，待会会带你们进入另外一个高潮，好不好？请你放心，今天晚上天空舞，来，叶师姐，张瑞阳有请，你们吃饱了。喝饱了，跳不够，应该要跳，跳越多越好，又健康 ，Come on， 有请。刚才叉叉跳不够，对不对？再来多一次。九七的代表，2015年，当他是叉叉。看到你们很开心，每一年都有这样的面孔，都是这么年轻，真的很开心。只有我变了，长了胡须，年纪大了，有了呀。唯一他除了北京有而北京的魔镜人交通一颗去天空分手了发了理由几个理由你都说得很牛不准为何说我要一个本科一条魔镜他这轻轻之后不出三家走
你把那海誓山盟当年听你的灯，感谢人生是唯一的错误，北京错误你就让我紧紧交通，不懂成长走，爱比什么成功相敌相互相不堪，跳一段就吹的干哦，爱让我解决双峰，困难的解决的干哦，我败了我的温柔，你的灯谢谢，好戏还在后头，好戏还在后头，我们要非常感谢 Yvonne The Love Connection Band， Thank you。 各位，现在呢我们来到抽奖节目了，抽奖节目以后呢我们会请到一个重量级的歌星 Gato KimGato Kim 曾经在越南的时候，他那个声音啊，他那个歌喉啊，相信各位待会会重温旧梦。抽奖组请准备，抽奖组请准备，抽奖组啊，哎呀呀，我们现在有请我们的校董高低纯，校董先抽第一个奖，第一个奖是200块现金，谢谢。各位，现在只是10点而已哦，这个抽奖以后呢就跳舞，不是跳舞了，我们的 Gato Kim 啊，现场啊会带到给各位所有的歌声，让各位重温旧梦。在我手中的红包200块美金啊，高董事长啊，你劳苦功高啊，您老人家念念好不好？487号，487号，看看谁能够从我们的那个高董事长里面拿到个红包200块，487号。四